很流行这种红包袋，然后我爸觉得这个最实用，妈妈帮你存钱。给我买一个太大罐。可是这次会刷什么？是会一次吃太多。这个是你最爱吃的。我选这个。它是综合的。会一个你爱吃的。对，两个你爱吃的。不用看价钱，我买就对了。不用看价钱。比较多饼干类的。哦，我要吃。哦，你要吃这个啊？我们可以看一个这个专门买一个法兰酥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去看后面有没有一个法兰酥专门买法兰酥。在那里啊。每个口味都有。他这个做的是来送礼的，可是其实我们是想要自己吃。可是现在不管送不送礼，这样买比较划算。买啊。买了。回应夹链包，夹链包，你要吃啊？对啊。好，那几罐干不干？啊，你要吃几罐？等一下，你几罐？还没，我是用口味的。那几罐不够啊？你要不顶着去吃两三罐啊？香槟汽水。嘿，对，嘿，汽水啦，唔是酒啦，口味无同啊。什么蓝莓，啊这個、红葡萄，这個、白葡萄。这种方面吗？起司烧蛋糕，哎，看起来很厉害。哦。不要吗？不要，我不喜欢吃面包啊。我喜欢吃这个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你看到面，你看到面包，整个眼睛都亮起来。哦，他爱吃这个。那买啊。还是买了一大车，啊，我去收工了。下来，因为真的睡不习惯，买颗比较适合自己头型的枕头，所以我们来这里来台南买枕头。
面都是在排那个走平安桥的人，好多哦。其实外面这边刚刚停车没有到很不方便，今年好像没有到很多人，可是可能这是外面吧，等一下进去里面应该就爆炸了。啊，我们到南昆山了，天气还是好好哦，好到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如果你坐在前面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前面的安平港。今天台南其实很热，可是晚上现在在海边，风很凉，超舒服。还有那个现场演奏，那个超气氛的。可是它上面，星云上面有那个红红的两点，一直在上上下下上上下下。那个是空拍机，刚吓到我，以为什么星云上面会有这特别的装饰吗？不是，它是空拍机，它一直在那边，很久很久，我不知道它到底在拍什么，我拍也没有拍到这么久，它怎么可以拍那么久？飞到这里啊，还蛮漂亮的一只星云，开幕还没有到一个月，超新的景点，晚上来很舒服，因为它刚好在海边，白天来可能就会很热很晒。坐在这里听那个音乐放松一下，觉得很不错。台南的这个点啊，以前还在读书的时候，这里是非常偏僻的地方，现在已经逐渐的有一两个景点慢慢的形成了，所以这边会越来越热闹。好大只的鲸鱼。
写好事你就来表演，不要来现在。看老师来请他，这种人不支持一下不行。买那个小人犬的奶茶了，因为明天要回台北，我今天太累了，我现在不想下车，所以我爸下车帮我买。还有刚刚我一直在念大海的祝福，其实人家叫大鱼的祝福，我一直念错，可是我觉得就很顺啊。嗯，好吧，算了，如果有来台南的人可以去走走，因为反正现在景点这么多嘛，如果你这个地方可以排进去就来走走看，尤其是晚上，晚上非常的有 feel， 不会有早上的那个大太阳那烈日晒得很痛苦。而且刚那个年轻人我怕很欣赏他，因为他年纪很小，然后四点就在那边吹萨克斯风了，真的很认真的一个年轻人。只是他前面他怎么会没有写他叫什么名字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奶茶买了就要回家咯，明天就要回台北。来买早餐咯，吃完就要回台北了。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长庚医院的方向，先前中信车道发生了两台小客车的。一向的入口，这太屌了吧！一样也都在实施高承载管制当中。他是直接用他的吊车。对啊。好，来啊，再来看到的哦，这个是在台六十一线。